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接下去看一下这个城堡啊，然后它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关卡的一个总 boss 吧，是一个骑士啊。好，先进来看一下。好，这个骑士这边发生了一个剧情啊，发生了一起奸情，我们看一下。高大的骑士过不了多久，罗迪斯的骑士会到这里来。好，这个也是他手下这个兰凯骑士啊，这个高大的骑士。高大骑士其实他就是禁卫骑士吧，应该是侍奉那个领主的将军的这个侍，可以说是将军的保镖吧。好吧，非常厉害的啊，那个家伙也是后面的一个超级 boss 啊，白牙骑士团，你是拉努克鲁斯的。哎，好，我们看一下他这个，别想走。闭嘴小子，就是你这德行，你给我记好了。好了，刚才这个废话挺多的啊，然后他跑掉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开打了啊。他就是释放这个人物啊，这个将军的这个侍从。待会下一章的话剧情可能就会出现了啊。好，那这一章的话我们又可以寻宝了。好，我们就派这四个人来打就好了。一直以来，那我们可以寻宝。寻宝的话，我们先上来吧。好，我们的领主往上冲。啊，领主也会使用魔法的，非常给力啊！好，我们的这个泰路啊，不是这个妖术师，现在名字我没改。上一在前面在以前玩的时候都是有改的啊，那现在就懒得改了。因为要弄那个名字的话，一般是要招，就是去雇佣那个人物啊。然后雇佣人物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有一些字就会跟你这些主角的字相同。有一些字我们在那个字典里，就是在选名字的那里边是找不到的啊。其实我们可以先把 boss 给杀死，然后我们待会在训练的时候进来找会比较快啊。其实。也没关系的，慢慢打吧。其实我也喜欢慢慢打，不喜欢这弓箭手比较讨厌。我们先把弓箭手给杀死。这火球术应该也扔得挺多的，这跟人物的魔力、智力有关了。哇，100多。那我们这个，一个将军啊，最强的武士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把那个斧头给拿一把出来啊。不然他命中率很低啊，拿两把的话他速度会变慢，所以命中率有自然就会变低了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隐藏宝物在这里啊。好，顺便给他砍一刀。好，挡得好。哎，又得到一个治愈之液，哎，加50点的。好，我们要先把这个那个孙女给他杀死啊。那女孙女的话，挡住了啊！这后边又给我一刀，哎，后边也能挡住。都是拿弓箭的啊，特别，所以这一张的，他这个不仅是地形对他们有利，而且他那个拿弓箭都是往上面射下来。我们多赚一些经验，多升一点级吧。好，主角升级了4级了，挺快的嘛。这大师级血灵啊！好，我们这个来寻宝，这个骑士来寻宝就不打了，我待会也懒得再进来啊，我还比较懒。吃我一刀，不多，才80。这后面有一个隐藏宝物，非常的好啊，在这个城池的上面啊，所以我们用这个态度来，我们这个妖术师来找狂雷。这样子可以打两个啊，两个法术的，先把他给杀了。这张隐藏宝物还是比较多的，4个，好像是4个。好，你的加血应该是来不及我砍的。嗨，哇，对方又加50点血。
要打我这个 boss， 不然你会死得很惨，而且很快。好，我们这个将军的血比较少啊，他防御特别高。大砍斧，来个给那个冰块。这骑士类型的不仅能物理攻击，而且也能可以使用魔法，非常厉害。我们这个骑士的终极版将军啊，这下面还有一个隐藏宝物啊，还有两个。那这个我们就过来找吧。狂雷，这两个。才一点经验。哇，这对方还会使用药草，所以要把他们全部杀死也是得费点时间的啊。我按加速啊，不然太慢了。哇，他使用这石头砸了我一下。哎，骑士。看你还补血，吃我一刀。好，那个。被我的大砍斧给砍死了。其实这隐藏宝物，我先上来找吧。算了，先把他们杀死吧。哎，这样的话不能使用这个，先自己补充一下啊，然后再慢慢来。哇，这对方那个僧侣的话，一般要用那个，哇这。东西被他抢走了啊！杀死敌方之后掉的宝物都被他抢走，我都没去拿啊！这魔法师使用石头啊，砸了我一下。吃我一刀。来给他个地狱之门。颜色都变了，而且场景的颜色都变，138，一击必变。哦，我们又升级了啊，五级了，非常快啊。对方 boss 也是6级啊，比我们的还要高。好，得到一个复活祭坛隐藏宝物啊，然后好像这边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好像要用火烧才可以啊。那我们用这个来烧一下啊。火球术啊，好像是这里吧，应该是这里啊，试一下。好，把那个草给烧掉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拿隐藏宝物了。哇，这对方一直治疗，非常难缠。所以魔法师我们最好用武士去跟他打，我们用那个将军打的话，一击可能他就倒下了。那用魔法砸他反而比较少。好，我们自己治疗一下。好，得到治愈之液。好，我们用这个将军来打，自己也补充一下。这将军他可以使用所有魔法，不仅武力厉害啊，魔法也强悍。他魔法可以使用所有魔法，哼，非常变态的啊！我们看一下。那个隐藏物品我们就让那个女的来拿就好了。那我们这边开始打三个。哦，死了一个，又开始治疗。哇，这家伙他的药草真是用不完的，我的天！他会一直拿起来用啊。把这 boss 待会再来打，我先来捡宝物。你那敏捷之石加速度了啊，加速度上升。其实主角那升级挺多的，我们也
要加不加都可以。你还是救你自己吧，死掉。这第一只人可以打两个。哎呀，这个 NP 不够 ，NP 不足。哎，那这样子就尴尬了。那上面有一把龙剑啊，龙翼石剑。那这里的刚才我们烧开的那个烧开的这个位置啊，再继续拿一下。啊，对，没错，在这里啊，魔力之种。啊，这个好像跳不上去啊，天哪！哎，这里又得了一个什么隐藏物品啊！隐藏物品这一张真的好多啊！我的天，啊，我们让将军来吧，他那个好像走不上去啊！我的天啊，地形走不上去，又被他偷了一个东西。好，我们将军可以上来啊。送我一个火球术。哎呀，还不是吗？哇，喂，哎，这边东西真的好多啊。好，还剩下一个 boss 啊，待会再看我怎么折磨他。他血还剩下31点，那最好不要打了，再打他要死掉了。这个 boss 是没办法说服的，所以大家不要去费那个精力去想要去说服他，他不可能会加入啊。他属于剧情的那种需要。哎呀，不要打我嘛！打我你就要挂了。我给他加一点血，我那龙翼石剑快拿了。好，现在67点，应该不会死。来打我魔法师，我魔法师给你加血，你竟然打我魔法师！在这个还差一步啊，将军移动稍微有点慢。我可是会挡的哦，这样慢慢赚经验也挺不错的，砍一次10点经验，但是骑士经验有点少啊。我们这个也快是升级了主角啊，我先拿一下吧，隐藏宝物最好的一个，哎，就是这把剑啊，龙宝石剑，龙翼石剑啊，是好像是玉做的，它这个翻译变成龙宝石剑啊，反正一样啊。我们让这个升级吧，让主角升级，它升得比较慢。哎，升了一级，好，那骑士也可以来升一下。死掉了啊，经验应该是100吧，61点，还好。啊，得到一个锁角，大概就是那个人，雷托托到底怎么了？进入那个内部，空空如也。他现在好像，哦，这个是双子法师，刚刚跟那个魔法师非常厉害，跟刚才我选出来那个穿绿衣服的是一个队伍的啊，两人嘛，都是妖术师。
我太大意了啊，被这个妖术师给迷惑了啊，用魔法给催眠了。好，还有这个骑士也来了，干得不错，小子。啊，别别别，不要抓在这边锁链里面啊，动都不动。好像要用刑了，要用那个鞭子抽他，非常残忍。米卡，我们不是为了这些到这里来的吗？知道了怎么回事。本国的利益，魔术师的道，像魔术师的少女，这翻译变成这样了啊。其实也好啊，这个翻译有时候还有一个汉化版也是中文版的，但是翻译跟这个不太一样，而且人物名字也有很多不同啊。好，我们看到又一个魔法师啊，这个美女魔法师是我方的啊，他到后面会加入，看你要加入那个大师记，还是要加入一个魔法师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加入这个女魔法师，比较强悍一点。其实大师记也不弱的，大师记他那个魔法也非常强悍，有那个光荣。但是如果你想使用攻击的话，啊，如果你想使用攻击魔法的话，最好是让这个女的加入到后面啊，神秘女性啊，这个魔法师非常强悍的。那如果你想加入那种辅助职业的话，那你最好让那个大师记加入。不过我现在把这个主角转职为大师记啊，现在的话不没有必要那么多个大师记，大师记补血非常好用，而且还可以使用那个复活术啊，使人复活。后面那些究极魔法都可以使用。好，刚刚那个忍者是一个女魔法师的手下啊，我们这个女魔法师待会也会帮忙我们打，但是不是我方可以控制的。如果到后面的话，他才会加入啊，像这种比较厉害的人物。好，这边可以买魔法，又可以买装备了，装备物品啥我都没换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什么咒文书啊，狂雷有一个，恶魔有黑暗魔法啊，还有治疗术。这两魔法再买多买一个放着，这黑暗魔法也可以买，然后可以买一些其他的冰沉睡之物，古路扎之力，这啥玩意？净化术，这可以看一下说明啊。那水系魔法啊，这是水系魔法，就可以恢复异常状态，比如说你被人家睡眠了，或者是麻痹了，或者中毒之类的啊，这个可以买一个。到时候出现一些这个落石可以买一个，这些攻击魔法都是比较好用的啊。盐狂雷再买一个啊，没钱了啊。装主角装备的话，换一下这个皮甲，换锁甲啊，这个防御比较高。那魔法我们再看一下，它这些攻击魔法是不能用的，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净化啊，其实防御也稍微有点问题。狂雷我们可以给这个将军啊，然后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火系魔法，因为可以烧草比较好用啊。落石狂雷吧。好，那这一期我们先做到这里啊，下一期我们等一下，那个宝石剑还没给他装备上啊，给主角装备上。刚才我们得了一个很好的龙宝石剑啊，这个攻击力加48，比那个短剑加18点攻击力啊，而且他这把剑他不只有那个威力增加，他还有一些靠龙效果啊。而且他那个拿这把剑比较轻巧，命中率比较高，就是这样啊。那这个斧头的话嘛，换一下吧。我想给他让他拿一个盾牌，先弄掉。拿两把斧头实在太重了，老是打不中，有没用。皮帽、皮甲，没盾牌啊，也没钱买了，好，就这样吧啊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